出场，我们有泰国舞龙队的学生导师郑南峰、沈汉杰，我们有认识这些命苦龙乐队的教练柯敏才。接着下来是我们的舞蓝总监郭艳玲老师，红乐队的助教邓凯文，也就是同乐队的教练谢晋士教练。韩江中学60周年校庆音乐剧《韩江的故事》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我们现在恭请我们的董事长，我们有请董事长、董事们、开幕人还有校长，我们一起上台，跟我们所有的演出嘉宾们合照留念，再次谢谢所有观众抽空出场。